我给你买了一个你在吃的提拉米苏。这么大的提拉米苏，妈呀，这袋儿咋整的呀？快递可能太暴力了。这个就是山姆会员超市里边比较流行的，你们最近特别想吃这种，我特地在网上给你邮的。哇哇，虽然说它已经不成样了，这是挂了吗还是咋的？把袋给我，上面那么多奶油，这也太浪费了。三十多，这看来这，来，我先把这块给你。这一大勺，先尝一口。哎妈，你知道这啥味儿吗？好吃吧？气死味儿！你最近不一直想吃这个？来吧，给你尝一口。去尝尝就行了。太好吃了，特别细腻。太香了，就是形状，快递太暴力，满满的芝士味儿。它这层奶油好厚啊，特别厚，我感觉里边好像都不是奶油，全是芝士。哎呀。不过这个蛋糕特别好吃，这不是提拉米苏吗？对，提拉米苏，